二来它不是艺术家做的，嗯，是普品。真正来讲是什么呢？它这个瓷器的精髓你要明白，瓷器的精髓呢是把画画在瓷上，精髓，精髓，对，画在瓷上。那么呢，它这个瓷器如果你不打破的话呢，这个画呢可以保存1000年，甚至还要长。但一个画你画在纸上，画在绢上，它有潮湿啊，像我们南方的空气啊，它有虫咬啊，200年就不行了。但是瓷，你把画画在上面，它就能保存很久。那么呢，既然能保存很久，那么这个画，它有学徒工画的，也有稍微有点青年的，也有艺术大师画的。那么艺术大师画的，在当时画的时候，他一生的精力都在那里，那么就受推崇，那个东西呢就能保值升值，啊。那学徒工画到你有什么意思呢？像这那我们看出来这是学徒工的还是普通的？学徒工的，不是现实展览，不可能艺术家、艺术大师，他不可能这样干嘛。他一辈子一年就画那么一件，在我眼睛看里，他已经画得很生动了，惟妙惟肖的人物啊，还有动物啊。差不多是我们以前那个初中老师画的，差不多。对。老师叫我们画画的那种老师画的。就你又是小梁做生意，他想倒卖一点赚点小钱，那可以你买下来。但你牡丹梅里你是做收藏，你是摆在家里给客人自己欣赏，朋友看，给朋友看，朋友一看你这个东西就知道，哎呀，牡丹还在。就是说你死个东西，以前没一件好东西放在家里，人家肯定会欣赏。你买十件，人家不欣赏。对，把十件拿下来去买一个青龙的东西，哦，牡丹家里要个青龙的。青龙的。乾隆，都是个乾隆嘞。你买一个青山代，乾隆，雍正乾隆的官窑的东西，你少买就十件的东西，你就可以买一件了。买了以后就那一件就够了，你摆在家里，别人一看，哇，牡丹。那我弄这虚的干嘛？我根本就没有完全明白，我才不要那种虚荣。那个要保值，你那件就够了，还有升值。哎，这种很难保值。嗯，很难保值，很放百年以后，那可能也就是这个价。孙老师给我拿过来，孙老师给我拿。城市量太大，什么量？哎，就是存世量。城市里市面上，哎，存世量，我给你翻译啊。市面上的这种东西很多，这个东西太多了。然后这种话有主题吗？你说漂亮，它有主题吗？它讲什么？哦，不要，要缺少主题啊。它有主题吗？没有。哦，因为中国文化的主题在这里面吗？乱七八糟。我看这一全都是中国文化主题，它放在一块不行吗？他的文化，给我拿过来。他的里面给我拿过来。他讲什么？《西游记》的孙悟空，有个老虎，他讲什么？他不都？我觉得其实全都汇在一起，很难得，很满啊。大杂烩嘛。这样又不好了。那你说你去吃饭是在餐厅里面去高级餐厅，他是给你吃火锅吗？吃大杂烩吗？这个市场价钱能多少？给估一下，人民币。这个颜色应该是全品的话，看你修了没有，好品，应该是全品，我还没看出有问题来呢。专家吧，专家鉴定，就一个币就能听出它声音。这个有机的是挺好的，那就上那个有机照光釉，那有机物碰无机物呢是没有响声的，所以你这个一下的话就知道哪个地方修了，哪个地方没修，很准。就那个我到那个 WW 那个江奥处啊，他用一个那个小刀片，啊，就 exactly 知道哪个地方是动的手脚。哇，这样子。对，他说很厉害，是经验，所以他就这个。但是按普通，按这个的话，你可以卖到全品的话500磅呢。500磅，我赚啦！爱丽丝拍卖买，叮，买不买？叫。学徒工还没收我呢。你买的挺便宜的这个。对，没买那么多钱。我得先把钱。那我还主要卖这500也赚，但是我不舍得卖，我就好收藏品。我知道这个，挺便宜的。200磅。对对，这个价格你买，这个价格。当玩儿呗。估价的时候是最兴奋的，是吧？人家说，看着值人民币，最后台湾有个看手镯的，就是说值人民币。40万，它是台币。玉是更没。孙老师，这个我们看这个。这个钢琴那个咱们看吧。甭管人家看，这个有专家说是不值钱，有专家说是值，很值钱。这个应该值钱的。
不，这个它是仿锅釉。如果是仿官釉啊，仿官釉，仿官窑，官窑啊，官，不不不，官的官。还有一种是仿官釉，割釉，割釉啊。对，就是割釉，割釉是割窑，就你们浙江的割窑，那个字读窑，不叫割窑，仿仿宋代的。哎，说错了，说的。割釉啊，割。它叫做金丝铁线，它有的有的线很深，有的线比较浅。什么时候仿的？这是什么时候仿的？新仿的。就是几十年。啊，90年代没有老气，釉不错，做的还不错，釉不错。但他们说割釉的这个裂呢，应该是小裂，但是这里边都是那么多大裂，这是不是叫这样大裂？那个倒没有什么影响，没有影响，没什么影响。割釉也有大裂的啊，它割釉和官釉仿官釉还有这仿官釉，仿官釉的那个底的话呢，叫做这个，它那个底啊是那种黑色的，是那个斧头做的啊，它那个这种呢就是仿割釉的，就金丝铁线。那个叫做那个仿官釉的叫铁骨大官，哪个是金丝，哪个是铁线，跟我们说说。你看这种啊，深的啊，就是铁线，看到没有？哦。那种比较浅一点的，他把它叫做金丝。金丝。所以一看就知道这种是仿官釉啊，金丝铁线。如果是仿官釉，你这个底啊，它叫铁骨大官泥，它是黑色的。过几百年以后，它很腐了，它慢慢的话就越看越油润，它油就出来。油润。所以这种如果是你仿官釉的，就更值钱。啊，这种也不错，因为它两个耳嘛，双簧耳、兽耳，啊，这种形也不错，挺满的是吧？虽然小，但是挺满的。然后你再放个几十年了，等你留给你的儿子，留给你的儿子的儿子，绝对值钱。放几百年，我也做古了是吧？我早做古，这很可以，器型很好。好，现在市场价钱，市场价，你在景德镇里做一个这样的。别的一也两三千块钱，没错。原因麻烦把那大盆弄拿来。所以的话，你这个如果是，大盆如果你在那个，我就三千人民币以下，三百磅以下是老夫子的。耶，我又赚了。这种盆呢，是英国人、欧洲人用专门开 party 放这个 punch 那个圆圆 punch。是什么东西啊，反正一种果酒啊，或者水果呀、混在一起的这种大盆，然后这么舀出来。不是做那个。叫胖子，他那个酒杯就勾在里面，能勾起来。对对对。把这段卸了，你看声音就没有了。看这声，这就没声音了。因为孙老师经常去苏富比大拍卖什么的，我们试试，对，所以他们见他们看的都是真正的真。但不是官窑，是民窑，但它已经算民窑的精品了。你看它这个花卉啊。都画得很好，龙啊，它龙是四爪龙，在外面也可以看得到，看到没有？它四个爪，一二三四，看到没有？如果是官窑的话它就五个爪，五个爪。这个民窑也算精品的，它是当年在光绪的时候，它就仿明仿官，以上相当不错了。就这件牡丹还收的还可以。耶！我自己给自己喝茶。这件都是全品的话啊。这个我个人认为的话，也有5-6千磅。耶， yeah, 更赚了，这更赚了。修了价值就低了一点。这件是个好东西，这很好看，因为它只有这么大，很好，你看这么大哎。你可以想象，今天如果是一个这样的大的碗，胖起波是吧？它里外都有纹饰，那都是算很高的这个艺术品了。何况在当年，在光绪100多年前，你看，而且它用了房色，房子有房家才用的。你用了什么？黄色。18世纪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到时候到了那个。你是皇室是控制，不许随便用黄色。不许随便用。不许随便用。但是到了晚清的时候，它那控制就松了，就可以采用了，民间可以用到这个了。是吧？所以这种都很牛的，你这个用黄色，你别小看。哇塞，是不是高妹？就是当年的那种画法。那龙怪怪的，这个是叫那个母龙，我们说是。他就当年那种画。画的老师不是什么大师，就是一般的人，当的师傅。对对对。民间的东西嘛，随便给你发发了。所以这是民仿。对，这个是还算一个精品，民窑的精品。都是老东西，都是老东西。还有一个罐罐在那个在那边。拿过来。这个是精品。帮我抬，不是这个，是在那角落那个圆圆。那个龙是哪里买的？那个是可以转的，把那底儿拖来。是可以转的。哎呀，谢谢圆圆，你看这。不要出视频。这我真是拍来的。不要拍。不要拍视频啊。就是晚清的，晚清那个东西，叫将军罐儿，粉彩将军罐儿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自己家里摆的蛮好看的。将军。
我这种本能，你看他这个怎么叫将军官呢？没有知识或者是经验，他这个形状像那个古代那个将军呢、啊，他那个肚子很大。嗯，对，佩服很大，就是他古代的话，他是讲究那个人特别讲究那个长相啊，他是讲究那种、嗯、那种很厚道、很重心很稳的那种人具有富贵相。但今天的审美观是有点区别的。今天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小伙子，说他个子很高，手脚很长。嗯，但在古代的话呢，那个是一个就是什么，那那就是命不好的相，就是命比较贱。他一般的讲究那个手臂啊，手臂，过膝就是什么呢？上身长，下身短，那种相就是贵相，就是你比如像刘备啊，对，大耳垂肩，他高手过膝。不对，你江泽民人家上身长，你看江泽民裤腰都到这儿了，对，他是不是富有？他是上身长，上身长。上身短，下身长的人。上身长，下身短，那是贵相。贵相啊，对，贵相。那我怎么知道腿很长的？那不是贵相，在古代的。但今天哦，古代，古代。你仔细看，那些人都那些，你看那些个子很高、腿很长的那一般命都不是很好。哈他这个将军官就是有点模仿那种中国那种将军啊那种啊，很富贵的那种人的那种特点，很敦实，就是那种。敦实。对。哦。就是这样一种特点。他有你看他那个中国的那很多东西啊，瓷器啊，他中国的那个古文化都在瓷器里面体现出来了。对对对。他的那种所有的文化语义啊，比如说这个一路登科啊，连升三级啊，还方方面的东西，他都在瓷器，包括他器型里面，他都不是随意的，他体现了浓厚的那个中国文化，就你越钻的话，你就会越理解的透。我觉得我挺喜欢这个挺文章的，这一摆的好看啊，很好玩的。对，它有种给人感觉一种镇得住你的宅子。哦。其他的话就有点轻飘飘的。对对对。这个放在那一瞪，匹配跟家比较匹配。对对对。大好。但你要这是个康熙的，那就不得了了，那你就留了。康熙在。人生这么多的遗憾，对对，可能是不可能人生无憾哦。去放个康熙的，我大概是两年以前，我收了一个康熙的青花的一个瓶子，放个康熙的，四十多公分高。当时我在市场上没人看得懂，但是他画那个山水那个石刻，把它整个是绕一圈了，画的相当精美。那个卖家他认为他说是民国的，但是我看不是民国的。我当时因为很短的时间，立马康熙的，很便宜的价格他买下来了。我回家一拎就一看，您就要便宜付给你这，那是康熙的，我买的都是贵的，那是个康熙的，然后他画的那个画片啊，小点，即便是上海博物馆，那个水分大，那个都没有那么美，那么精美，所以我一直因为是捡了漏买的，所以一直放在家里。浪子，那个青花是这样的，那边人物山水的，那就很推崇了，那就很，他是这样的嘛，我告诉你，你买东西啊，几个特点啊，一个器型，一个呢叫做。站着的比蹲着的好，蹲着的比躺着的好。蹲着比躺着的好。什么叫站着的好？立架是立架，蹲着的对对。蹲着的话呢，就是茶壶这样的，叫蹲着的。哦，躺着的。躺着的呢，杯盘碗我们叫躺着的。对对对对。因为杯盘碗它是个日用品。就是这种，那些躺着的。它大量生产出来是大量的。对。但是呢，你这个倒是躺着的嘛，这个就所以是站着立架，立架，它还有点艺术价值。壶壶。茶壶。茶壶哦，茶壶。等一下，我给大家沏普洱，就是茶壶，胖拿一个蹲着的。然后呢，那个选画片的话呢，叫做什么呢？画人物的，比画山水的值钱。画山水的话呢，人物的最值钱，因为人物最难画。对，比如说画牡丹美女这样的，这个老公第一眼看见的时候，那个难度大。所以山水人物比山水值钱，对，山水比花鸟值钱，这种是山水比花鸟值钱，花鸟的话呢又比那个画博古文的值钱，博古文呢就是就是博古写字的，仿着家里面的那些古董，博古，仿家里的，这种可以转，这就有点类似的博古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宋代，就是画那种家里摆了很多古董嘛，就画那种古董的，每一个古董的。那叫博古，懂不懂？所以博古是最不值钱的。希望哦，就是人物。人物就是非常感谢孙教授给我们讲这个，谢谢。